几颗一颗是旅游真的是好地方，从基本上天气暖和一点了，就一直可以玩到下雪。下雪有下雪玩的地方，下雪也有下雪玩的地方。你用了一个留学签证玩遍整个日本，就当时来的时候是想好了要玩的，还是说我只是来看看？最主要是先来了解一下日本这边。玩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想跟那个跟亲近人到时候一起来日本慢慢一起玩，那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就变成一个人了。变成一个人以后，结果就觉得其实很多想法就变了，很多想法就变了。然后以前总是觉得什么都是以大局为重，以家庭为重怎么样，当自己真正变成一个人以后，就觉得其实一个人玩得更开心。但是当然一起玩也有一起玩的好处。对，以防我老婆看到这个片子赶紧追一句。是，的确是。其实现在就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就会发现能一起玩的人越来越少。